好吃东西要仔细挑选，的确是没错。那我们不吃加工食品，我们来吃天然的水果，像是苹果，总是很不错吧？但是要注意了，你看这苹果上面所刮出来白白的，全都是蜡。国外还做了这样子的实验，他把这个苹果放在玻璃罐当中，然后用热水来浇下去，整个蜡通通都融出来，真的是吓死人了。怎么样把这个蜡给清洗干净？接下来的新闻当中会来告诉你。可口富含铁质各种维生素，苹果一直是许多人的最爱，但你知道吗？你口中的苹果可能都被上蜡了。 Proving this, as you can see this lovely shining apple, how poisonous it is, as it's full of wax。为了证明，国外就有部落客把一颗红亮亮的苹果放进玻璃碗中，再慢慢倒入滚烫的热水。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You can see how the apple changing color。苹果外层的蜡马上被热水溶解出来。这些苹果之所以会上蜡，多半是为了保鲜、延长保存。但这样含蜡的苹果，民众看了都吓吓。This is no ordinary apple.It's a magic wishing apple. A wishing apple?不想像白雪公主把毒苹果吃下肚，除了把皮削干净，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把白醋加入热水当中清洗水果，就可以完全去除水果表层的蜡，安心享用可口的苹果。国际中心陈婉编译。